对了，把我包拿回来吧。没吃呢，不是感冒，不是感冒，没打包啊，还没吃，因为为什么吐血啊？因为我，后面，就是首先告诉大家，就是后面这一个星期，还是不打算直播，因为我脸上的皮肤问题现在有点严重，然后我要去处理，我要去医院看一下人啊，然后就肯定是。最好就是不要化妆，不要干嘛的，然后就是去看一下皮肤，这一个星期啊、嗯。怎么一进来就拜拜？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跟我说了说就是，我现在签名嘛，签名然后都是签的英文，就很少签中文了。然后，但是确实都是我自己签的，这个不用怀疑啊。嗯，都是我自己签的，不用怀疑。然后接下来可能还会再有一部分照片是会签中文的，会的，嗯，但都是我自己在签的。怎么弄的？听后援会的。大家看得见吗？我脸上就是会有闭口这些。对，我回了。有一点是过敏吧。不是，还好。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梦，让你更想念。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其实没有我，你分不清那些差别，结局还能多明显。前传，我不知道了。被爱的人不用道歉。有没有毕业演唱会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看，就这么几天了，你觉得还会有吗？对，今天是突然直播的。我属马呀，团专我签了。都签了 July
来七月是今天到8:30吧。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天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其实没有我，你分不清那些差别，结局爱能多明显。或者你会难过，也说你想改变。对，还有就是，有人会看到，就是我去了南京，然后那个开业，然后那个是。它并不是一个公开行程，是因为其实没有舞台，对，它并没有我表演的舞台，然后它也仅仅就是一个半小时，然后我站上去帮助一个开业的一个活动而已，所以没有公开。但是后期就是会有后面会有相继的这种活动会公开行程的。对。还会合体吗？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可能我们会几个人小合体吧，但是7个人合体好像很难。反正至少现在还没有通知到我。舞蹈拍完了，拍完了。之前说什么？那天好多人都说了话呀。谢谢。可不行啊，就唯一的节课有点尴尬啊，有点小尴尬。还没吃完饭。林默来了吗？没看到啊，来默哥送个礼物吧。这首歌叫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那默哥来了吗？默哥，你说句话也行啊。守护着你。哪里？我没看见。哪里啊？我怎么没看见？我往上翻一下。哦，看到了。亚里又突然间了，我靠！你这说的废话。咋，木哥？今天不打算播吗？我今天是播的早一点。咱们不要聊什么有什么遗憾了。有遗憾，你是说的遗憾吗？遗憾就是 everything is okay， 还没有跳太多次，还没有7个人合体表演过呀，好像就表演了一次吧，好像。就是。好像还没有跳几次，还是团着。没有什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好像这，我是你没有仪式感，我觉得就不算解散吧，就这样说。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没有仪式感，就好像没有解散过一样，所以我觉得就
没有意思，就不会感觉到，而且应该是会经常见面的，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我们感情都还挺好的，我觉得就算见了面，我觉得都不会说怎么怎么样，妈，你就。就是他有没有这个仪式，我觉得在这不算解散，对吧？你所有东西都要有个开始，有个结束。那你开始从一束花开始，那你结束要怎么怎么样？那你肯定要有个，对吧？正是说这个东西，或者有怎么怎么样一样。而且我觉得见面，我们私底下如果到北京，我觉得我还是会跟洛哥啊、任宇啊、西凯啊，包括浑轩、昨夜、林杰，我们肯定还是会见面。所以我觉得。啊，这个解散的不怎么样，我觉得真的这解散的跟解散没解散一个样子，我觉得对不对？他只是好像对我来说唯一的改变就是少了一个头衔，少了一个 title， 就是你好像。虽然这是一个遗憾吧，可能就是你们以后没有再办法再说 SKY， 但是那我们就不说呗，那但我们七个人见面还是七个人见面呗，对不对？如果我们七个人在一起了，对吧？如果或者谁把我们叫过去突然合作了个舞台，这都很正常，我觉得。大家就不要说磕什么 CP 了，就真的别了。哎，不要发这种 CP 什么玩意儿的了。哼，肉麻，回去先去翻我这个。好。好，你溜。我过生日那天，西坎是好像有东西要拍，他到凌晨两点给我打电话说，哎，祝你生日快乐，还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说要不现在请你出来吃东西，但当时我都已经睡觉了，真的，都给我打醒了。开了的眼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床。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他都没去，太晚了，他也累，真的太晚太累。然后我不是还要直播吗？然后就没去。然后，以后会演戏吗？会啊，会，会演戏。吃的爽，很撑。对，突然直播。路老人机，我会拍，再试戏，真的，我昨天还在拍试戏的那个东西。看到潇潇老师新综艺了，我只看了他的趴。只是一片自己，可能先，但是我拍戏第一，我不是这个科班出身嘛，然后也不是太有经验，我可能会先去演就是小网剧这种。我也想看我综艺。拍现代剧还果然都想拍。
发长了我就不剪。你剪了发型，然后呢？不是，你们不要在我这里发了。会有吻戏吗？你说的好像你很期待一样。就是我不阻止你们这么去做，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自由，但是就不要还是那句话，不要舞到政府面前好吗？自己已有人来爱你，爱陪伴你最深情的告白，陪你人因为我觉得我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都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哇，这首歌让人鱼解散时候唱吧。我最近护肤不好，我皮肤最近不好啊，我最近不好。静静分享此刻难得坦白，是无声的交谈，多感谢就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日晚上活出了答案，陪你把日子不难变成了勇敢，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反正回到家之后才开始长，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没长，就回到家之后长，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叫做陪你度过漫长岁月，K-pop 真的不多，我听 K-pop 真的不多。对，苏州、南京那边确实很热，因为我去了南京，苏州、南京那边确实很热。啤酒分成两杯，你自由吧，你有可能去广州，有可能吃了鸭血粉丝汤，鸭血粉丝汤。
哥们儿，我也不知道。签好了，签好了。对呀、啊，可能会去广州。烧酒啤酒，带上两杯。应该是杜谦他们都还没好。最先哭啊！我可能不见到他们不会哭的，真的，我可能不见到他们不会哭的。还没。就是如果没有那么一个仪式的话，我可能不会哭，我可能就是连感觉都没有。正正的最想合作女人，不会，我可能不见到他们或者没有这个仪式感，我是不会哭的。还要做一个星期嘛，林杰不会吧，他在家里要被热死了好像。他在上海呀、啊、他还没有吧，他还没过去，至少我知道。加上我打算什么时候考？告诉你们，就是解散的后一天，29号。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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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坎可能会快吗？他可能会吧。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把他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算人有人间的面面的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过去，这样
融合着日夜，不会边哭边考，我们那是直接就一个人，然后旁边是语音播报，没有旁边没有人的。谁得先改啊？不知道。都有人已经看到我喝药了，我为什么会喝芝华士？你告诉我。跳视频已经拍完了，再见。这是药酒，你们疯了吧？谁说的药酒？我在群里说了，但是有几个人没有回，可能在忙。知不知道？
来，大家回答一下，有想过往演员方面发展吗？来，大家回答一下，好不好？什么时候来南京？我去过一趟了，后面虽然可能还会再去。对，回答一下。合回的话，合回还不记得。想看我 Life House 啊 ？Life House 后面会有哦。哥们儿，还有三天。哥们儿，我问你，还有选秀吗？如果选秀再出来，可能我30了吧，我30多了吧。你说你想在海边买一所房子，和可爱的同事一起住在那里。到时候那个还没谈，雷默的说的那个。杂货铺的老板娘，认认真真。买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人生很容易压抑，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一个人站在，我也想站舞台，我也想有舞台呀。每天你在哪里？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不要欺骗自己。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玫瑰你在哪里？我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他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只剩下的回忆。他拿到冰箱了，我看到了。创造着呢，你不要慌，好，别急，行不行？转眼2年时间已过去，我记得你有没有忘记？因爱上了旅行。只是想逃避。西坎不是在那个什么叽叽喳喳的那个什么露营生活吗？我看到那个。爸准备怎么过没想好。这是一封离别信，写下了我给你可爱的原因。我在你身边的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对我超忽冷忽热，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你是否不该太认真 ？Let's one，let go， 也终于舍得为你放感受。因为爱已能够我心动，但你却不懂我 ，let go， 若雨打多。八二八播吗？
gap 了吧？这手机要没电了，太突然了，是今天有点突然。我们约一下吧，但是个人有时候个人行程也不一定啊。吃饭呢？你们见面了没有啊？没有见，见了昏轩，见了人宇，见了雷木，西坎，西坎啊在录东西，然后昨林杰在上海，昨夜在宁波，然后哥们儿你们绝对没有，然后就没有见，就见了他们三个。沙青回北京了吗？还不知道，那可能回去的话再见他们吗？也有可能马上就会回去，可能马上就会回去。哦，听风和光说。饭吃没吃了，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离开枕边，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解？嘿嘿，过两天要去录歌，哎，这个歌你赶紧问一下。我今天上午就问过了。咋说？他等着给你敲定你最后想要那一节怎么弄，他所有录带、录做都找好了，价格都谈好了，那就他给你敲定最后那一点到底是怎么做了。那就明天敲定呗。明天。啊、哦。你说后天敲定，后天敲定，大后天咱再直接去郑州呗。没有那么快。但是你再不录出来，那万一九月份又去北京了。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想与你度过雨的屋檐。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
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我没吃大米饭啊。没破呀。我许命运的剑，只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九月份新年必须得录。对呀、啊、那肯定、啊这一箱撤不了了，那还正好，反正我这个视频也没剪完。最后一个原声比那个声音还大，所以最后一个就是那个视频。那就用原声呗。哥们儿，队长，我哪知道？队长吃没吃饭？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大哥，这是我直播间，又不是我队长直播间。你要是想了解他情况，也不必，我也不会暴露啊。我还没吃。嗯，吃饭，你们都去吃吧，没事。小姐，这里有没有卖半老铁的？哇哦！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半老铁的？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站上就有了。哦，好，谢谢。不会。走廊灯关小书包放，走到窗外放观望。我想购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你不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天鹅的钥匙孔，偷偷我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天鹅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都是我很想回忆的甜。然而过滤了你和我，沦落成美。深爱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我很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为什么这样子？
正在要走，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过好一阵子你就会回来。印象中的爱情好像永不能拿时间，为什么这样子？方向发展吧，就是不会再无所事事了。然后包括刚才说去郑州、去北京啊，然后这种有录歌呀，然后有会，然后后面会多出歌这种方式啊。这不是漏，那你们要听对不对？我又，那我肯定要说的呀。是这一缕吗？又是这一缕吗？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也竟很勇敢，还是难过。许多事情都有选择，只
只是往往时候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重，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什么欢快点的歌单呀？欢快不？够不够？这个样子七个男人八个傻十五呆九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往街门门跳出来，找不到啥。他们怎么一直走来走去？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是这组照片吗？哎，我发过这组照片吗？我发过吗？这我什么时候存的我都不记得了，这好早了都，这我都不记得了。
这都是去年拍的了，去年拍的了，我好像一直没有发出来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去年、前年可能都是前年拍的了，对，应该是去年拍的。天要多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继续藏着吧。没看什么，没看什么，我在看有没有腹肌的照片。如果了学校花间红颜的再说。再说，现在是凌晨三点钟，喝了点酒头有点痛，寂寞的夜，点点空虚的夜，在失恋中，到了想到忘了说。
没有你的以后。今天八点半，反复在波动，嗯，都在了以后，该怎么去忍受？饿嘛，有一刚才有一点点，但喝水喝饱了。不知道现在要干嘛了。然后现在进来人，再说一次，那个我的签名以后大多数是会签英文的，然后中文的也会签，但是可能会少签一点，但是英文的也是我签的啊。叫嚣怎么分辨臭？你能分辨臭？真鲜豆。无关的随便，只跟着锤炼。让对手危险，说唱是我配件。没有蛀牙哎，哇，你观察好仔细哦。Ride it or die， 动力上的黄昏，当古典让你燥热。中在胸还是中等转，我要奔红暖，我中空了，中空了。因为我的笔画太多了吧，我的中文笔画太多了。 GIN G G， 这个什么小梁要变色了，哈喽了，郭正正，我看着小梁要变态。金酒。对，我的英文名句叫做翻译过来就是金酒的意思。雪莉呀，为什么要打雪莉呀？我们不要打，对吗？不尊重，你知道吗？叫金 G I N 金，金，雪莉什么意思啊？雪莉什么意思呀？我今天我俩我没看柯南，我没看过，我真的没看过柯南。海贼王那个火影这些我都看过。做我想做的，就像卖下贵的奢侈品。看见一切后，任何认真没法比。鬼灭之刃看了。剧场版我看的少，海贼王的剧场版我看的少。什么时候？
哦，请酒，哦，哦，哦，这个意思啊。还有个谁也好看，就因为郭正嘛，然后这个音比较像嘛，然后他的开头正好也是 G， 就叫金，金。《咒术回战》没有看完，那个叫什么虎什么呀？虎人，好像是吧？虎人，丈二虎人，我也忘了。还是不会羡慕这只酒圈，让你革命的哦，虎杖悠人。生日快乐！早很早就去了，只不过是一直没有跟大家这样说过。五条悟老师，是吧？哎，但是我的手指没有那么长。无量空竹，唰！你们说的刚才好像很 emo， 现在嗨了又觉得我好像像个傻子一样。全夜叉吗？这个我知道，但我没看过。看呀，喜羊羊，就是忘了他。喜羊羊总每次都想要点子的时候，那一套动画是什么？Will love. Hey, when I wanna get down, I love you. I love you. 全面想象有看，猪猪侠有看。神兵变身。down. 我觉得你说哥哥你会 rap 这个话题很好。你说你是说什么意思？你是说舞台上的刘德华就这个意思吧？你如果说这种话，那我也会，嗯，我也会。拿瓦那个也看过，但是都是小时候看的了。古堡特工当然看，我很喜欢看古堡特工。小猪佩奇看，不是我喜欢的。古堡特工看了呀，肯定看呀。火龙果大王、甘蔗小兵、逞留香，我笑他人太，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看人他人看不穿。我没有唯一的解啊，我没有啊，我有唯一的解，就是我亲姐姐，我亲姐姐啊。那你们都是我姐啊，你们都是啊。不要想当我唯一的，我不可能啊。
等等。你们都是姐，你们都是姐姐，你们都是姐姐。I love you, I love you. Damn, damn, damn. Down, down, down. 차를타고没有录完。好，这些附加加我看过了。哇酷哇酷！歌名啊，歌名暂定叫《剩下的我们》，剩下的我们。电器，没喝，没有喝。最近能见面吗？最近应该可以吧。没事，到了东北我就跟狗一桌。电击小子，外星小子多不多？贼拉，那个是真人演的吧？没事，到了那边我就跟狗一桌，好不好？好，你也会。我是小心超人，开心超人里面我是小心超人，没看我全身都黑的吗？对，洛洛历险记，雷霆半月斩。那个叫什么呀？那个飞机啊？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火霹雳，什么雷霆半月斩，还有个叫什么？啊，一个是动物族跟汽车族。Let it be. 你发现没有？
棒怎么跳？妈，已经吗 ？Baby， 难过的你自动来的已经吗 ？Baby， 가끔내가열레가끔가소리와서도听吧，地平线消失在眼前，停不住起飞，逆着风偏离了航线，穿过了雨闪电。那有人说想听的。很露馅，渴望只剩云天，心中的信念，多少次失败也不免，站在希望的小数点，伴我度过每个夜，离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完美倾斜，多靠近一点，躺着就是光临一阵追风的少年，手指记得手里捏的有些皱褶，用力对墙的指向了天空，在回旋之后漂亮平稳的降落，但是当你的执着让它变得不再紧锁，专注的等着风，在飞起的时候愿意待在我身后，分手出长长的折戟是成空，准备连多少次的动作，越过层层云之后，懒得都耀眼。有梦的少年，泪水可汗无限，渴望只剩云天，心中的信念。完美倾斜，不让经典也被人当作过笑话，听过些不入耳的话，孤独是跟自己说话。坚持与骄傲之间的霓虹，总要为勇足叠起身。你的那份让沸腾，是我收过最昂贵的礼物，你就像是一幅画。你将载着我到云端，不去阴霾的土壤。
Don't forget me.
哪次都没有喝，我今天真喝了，我哪一次都没有喝啊。Back, come back. 我俩第五人格嘛，玩过，但没有玩太久。不会不会，一会儿我八点半就要下了。那个爸妈的那种心嘛，信有留下有留下，都让我妈妈放好，都让我妈妈再放好。第五人格里面名字都叫什么都忘了。Baby, you need me, now so love me. This is a kiki. Capping you with my lily. My lily. D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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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现在不玩了 ，QQ 飞车现在不玩了。Bad boy。我哪跟他无时无刻不在撒娇？他瞎说啊。最近会有什么惊喜吗？我觉得大家我都说过无数遍了。后面会有线下的见面，然后跟大家会说的，后面也会多多出歌，对，大家都知道的。哈利波特我没玩过。Baby, you leave me, must keep me, this a kiki.杀鸡没有喝酒，没有玩，玩过海龟汤。你们可以随便跟我说海龟汤。Oh baby, better me, yeah, yeah, yeah.那个撒了哈欠，那个怂了样了，喝了，那就跟没喝一样，一人一瓶啤酒，就一人一瓶，那就跟没喝一样。这就一瓶哎，一瓶哎。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我们一下好好猜。我刚才看到一个，这是最后一次了，老师再也不会打你了。我退出，祝你们幸福。我输了，主管的位置是你的。这是几个糖饼？这是一个吗？海啸，海啸啊，亲爱的，我错了，果然只有在这里我才是最安全的。那肯定是男生死了，是吗？是吗？男主死了。
女生死了，你得一个一个猜。怎么不说话了呢？在盘呀、啊，那是女生死了吗？亲爱的，我错了，果然只有在这里最安全了。那他肯定是在，他在他女友的肚子里吗？那多安全呀，那就是两个人，两个人都死了。这是能说吗？那海龟汤就是这个样子，海龟汤就是要这种。他们是在那个就是棺材里吗？就是在盒子里吗？是吗？他们是在盒子里吗？但是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就要猜他们为什么说果然在这里是最安，果然在这里是最安全的。那是他把女友吃了吗？好，那你就直接刷汤底吧，这样猜不好玩，因为它有延迟。他还是依然的漂亮之后呢，把他女友是不是做成一个玩偶了，然后穿上了婚纱，然后婚纱烂了，对不对？或者他把他女友尸体藏起来冰冻了，然后他又穿上了婚纱。凌晨我醒过来，我用手指了指自己，又睡了过去。第二天我死了，隔壁学校出了声。不会恐怖啊，我这儿就我一个人，不信给你们看一眼，给你们看一眼啊，这儿我就一个人，不会恐怖，没什么恐怖的，就我一个人，这没什么恐怖的，海龟汤嘛，很正常，婚纱没了，那就是他把他的女朋友做成人偶了，是吗？对，有延迟不好玩。
那就是他把别人的妻子，对吧？不有延迟，这个猜的不是很舒服，有延迟。你当然都不让我眨眼，这肯定会眼睛酸啊。我想去换个衣服，这个衣服太热了。等一下。点快一点。
请他挖走了。个人可以给我写作业吗？我不可以，我是很烦写作业的一个人。说我太嗨了呀，说我好像喝了，但我没有喝呀。你们看得出来吗？两个颜色，这边白，这边黑。看出来吗？这边黑，这边白。黑，黑，黑。但却更悲伤。说累了，
不是八月二十八发吗？好，我们听完这首歌，我就下播吧。我真的有点累了，哈哈，二十九发一批啊！我可能下个月开头吧发一批，九月份开头发一批可能。林木没有在直播吧？八月二十八发呀。Luna。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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